盘点满级儿童的才艺有多绝，当老天爷把饭都怼到嘴里了，这才艺一上，以后得是多少女孩的青春。写作业时随便一开口就有当女团的潜质，这一开口还以为是老一辈艺术家重新投胎了。小说里几岁就倾国倾城的大家闺秀，原来在现实中真的存在。几次欢都唱不出这味儿，你小子是之前没喝孟婆汤吧？靠着一段 rap 走红全网，捧来百万粉丝，没想到长大之后的烟嗓更牛了。台下人走过不迁就颜色，台上人唱着心碎离别歌。夏天每月相见的这些有瞬间，小夜每月放电的也是否太直接。真是受不了上不如老下不如小的日子了。喜欢这期内容的小伙伴记得关注我们，下期见，拜拜。红日上在东方，其余大都满下光，我和其心生日。